Hello， 晚安晚安，乐苦拉玉人晚安。Hello， 对啊，这个网络是不是有点怪 ？OK， 谢谢乐苦拉的音符。对啊，这个网络哈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好。等一下，晚安，安夏嘎拉嘎，玉人欢迎。嗯，网络怎么怪怪，挺荡的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觉得网络有点怪怪的，很荡，对吧？你们觉得呢？你觉得很荡吗？晚安，欢迎保罗哈林。欢迎 Google， 欢迎林林神推荐的红玫瑰。Hello FOR42， 欢迎。晚安，自信绝对大猩猩男，欢迎修 LXC。补点妆，刚刚我们今天练习练到大流汗。晚安，山维，欢迎阿力绑头发很好看，谢谢猩猩男。圆滚滚，欢迎。卡卡的但阿里还是没，谢谢乐苦啦。圆滚滚欢迎 DRAKEN， 欢迎 Maggie， 欢迎 Tomo， 欢迎浪客，欢迎流浪兔，欢迎 Tomo， 欢迎阿里头贴还是没换，我觉得我要去关掉，然后你等我一下。今天网络怎么了？你等我一下，今天网络怎么了？我刚重开一次，看看它行不行得通。你们觉得呢？行得通吗？还是行不通？行不通就生气，应该 OK。现在目前为止，我回来了。小乐欢迎 ，L 欢迎，晚安。咖啡贝佩轩和佑福 ，L 伟 ，Gabi 拉库拉洛克 ，Joey A A R O N 坤坤玉人晚安。行不通就洗洗睡，没办法洗洗睡。肯尼季风亮晚安，坤坤晚安，补档节到杜安，啊顺多了，对对对，要重开一下。光阴光一 DAV2 欢迎，就一谢谢枫一枫叶，帅统统帅哥欢迎，就一谢谢枫叶，今天不会辛苦啊，怎么会辛苦？大兵欢迎，大 B 欢迎。美色傲烧欢迎，谢谢分享就已，希望一直顺利。好的，可以。茉莉欢迎，乐古来写一封信 ，Kili 欢迎，人哥欢迎，夜月策欢迎，休半夏欢迎，茉莉晚安，喂晚安，应该都有念到。阿奎欢迎，顺顺利利的，对，绝对要顺顺利利的。脚有点冰冷。小恨欢迎，嘎比谢谢四叶草，乌诺欢迎晚上好，阿奎谢谢你的小浪花，莉莉姐辛苦。以前我朋友也会这样跟我说，莉莉姐辛苦，因为我以前国中在读，高中在读书，我都会去打工，然后他们就说莉莉姐辛苦这样。阿奎谢谢你的小浪花，富伟欢迎，大闹洱海欢迎，乌诺安安。今天比较回温吧，但我们家地板是比较冰凉的。Hello 乌诺，终于跟到了，很好。凡明欢迎，别哭别哭。智祥欢迎，智祥晚安。齐青欢迎，到站班欢迎，大新男欢迎，佩轩。这几天都冷，但是早上有回温，但晚上就会变冷，懂不懂？
回欢迎，对，今天脚也冰冰，我也冰冰的北原欢迎，企鹅欢迎。应该看了一下要穿袜子，但我刚，就刚到家，有点冷。Daniel 欢迎，晚安。喂，谢谢你的行李箱，台湾清空欢迎。谢谢彩虹会员票，谢谢大猩猩男。有灵欢迎，名字只是代号欢迎，换双欢迎 ，Samson 欢迎，请穿上袜子，我不想动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有暖炉。想跟阿丽说，上次英主公演阿丽一直看我这边，觉得很开心，开心就好。坐左右边的，其实我几乎都会一直看。Tomo 桑里欢迎，柠檬欢迎，晚安，谢谢柠檬的小浪花。不然让木木用身体帮你取暖，他自己取暖脚，他自己也都冷死了。之神欢迎，桑尼欢迎，浩毅欢迎，就谢谢你的会员票。波波欢迎，我路过，加速早安，你没办法路过，你要在这里。阿顺欢迎，浩毅早安，槟榔欢迎。阿丽其实是在看我，没错没错。啊，你在中间，我知道你在中间。吵主的时候，阿丽也看，你们不要吵架好吗？就是我都看。上次公演，阿丽真的有揍我，也开心，因为你们一直讲啊，我总不能不揍吧？你们要讲几次？所以我就想说，捂住你们的嘴。看到傻笑的眼神，就觉得好笑，那要傻笑。那坐后面的怎么办？看不太到，像我那么有伴，我就看不太到。优善欢迎，史思云欢迎，露比是美女欢迎，修哲欢迎，阿奎欢迎。好啦，都是在看我。对啦对啦，都是看你。ELEE 欢迎，伟欢迎，山曼欢迎，其实都在看我。对，全部都给你们讲，对，我都看你们全部，我的眼神注意所有人。现在两全两美欢迎，那我下次要喊揍我。好的，那我看我下次会不会想揍，应该下次不会吧。嘎咪谢你的行李箱，大云欢迎，一秋欢迎，山曼欢迎 ，CJ103 欢迎，谢谢大猩猩男的666。你看到我的小应援了，我真的是傻眼，我真的，你走去哪？陈家树喜欢我的扇扇吗？跟我一模一样哎，佩璇，下次就用彩的了吧。不要踩的，不是我的专属。我喊就不揍吗？不揍。丁丁欢迎，听欢迎。你知道我爸还说什么？你们是很奇怪的人，为什么要揍这样？那我换个。瀑布阿哲欢迎，浪客3554欢迎 ，SHOEI 欢迎，阿北欢迎。你的预言棒小到我根本看不到你，不好意思，我下次不看了。开玩笑了，那个也太可爱了，但其实蛮可爱的。小梁欢迎，乐君欢迎，阿丽不要揍我，是扁我，不要。那你有揍到爸爸？爸爸想说你们心里都有问题，他说为什么要揍？我就想说 I don't know， 我说我不知道，他们喜欢我揍他。玄迷欢迎，这是阿丽给我们教好，我爸还说我乱教人家主语，哎，笑死。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人家给供？这样才能有喊阿丽给供。力爸也想被揍了吗？没有，他没有想被揍。”Sale 欢迎 ，Hello 北刀席文欢迎。最后大家都围过来看清楚，小应援扇上面写了什么？你不是说什么永远爱你还是什么永远喜欢你还是什么？笑死，真的是笑死！不要乱教你们比较好，等一下被爸爸揍。等下被我家人揍说，哎，你怎么乱教别人？陈荣欢迎，幺欢迎，小梁欢迎。我想被揍，逃！不要，我的拳头会痛哎！你们不痛我痛。动作人欢迎，我的手会痛。你们这么的骨头骨架这么大，谢谢分享直播。那力爸揍我，力爸揍你们不会，他不会，就是他就拿那个猎刀，你知道吗？傅伟，谢谢你的文手礼 WILL 欢迎，力爸揍我，所以小应援上略策略成功。我下次不朝着你们的方向看了。阿文克欢迎，太小了，我很脆弱，所以不要被我揍，对，不要被揍比较好。
对，怕，我爸都是拿猎刀的，你们要注意哦，你们要确定要叫力爸揍你们。Hello， 吕光欢迎，子峰欢迎，猎刀怕爆，所以不要这样子做嘛，你们奇怪了，还以为猎枪拿出来，猎枪要申请，目前为止还没，还可能还没，爸爸还没去打猎，可能有猎刀啊，猎刀随身都会携带，还以为猎枪呵呵，通谋欢迎。那你就看我的白色鸭子好了。好的，嗨嗨，吕冠欢迎，阿达欢迎，当山猪还是飞鼠一样的来猎，对，你们就是成为那个山猪或者是飞鼠，都要同个时间出道。谢谢佩轩帮我做的聆听令牌，阿达欢迎，而且同款哦。欧玛吉欢迎，所以远远看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不到啊，可是我靠立一个字啦。随身携带而怕爆啊，安检确实一点，可能爸爸放车上吧。就爱思欢迎，没有放在车身上。Hello， 代代欢迎，就爱思欢迎，白霜欢迎，昆山欢迎，司徒访亲欢迎。就是看你做的，你真棒。平夜欢迎，谢谢佩璇，补一个生日快乐。上次直播没有直播到，所以还能看到“立”这个字，看得到，看得到，还是看得到。星星男，谢谢你，星星男，谢谢你的浪迹天涯鸡排。下次喊给供猎到马上飞过来，没错。坤达，我应该跟我爸说你要带着那个什么猎刀的。 CJ03 欢迎，终于可以放假了，辛苦了。明天放假吗？我都没放假，好累哦，不想上班。欢迎佩轩，谢谢你的掌声鼓励。那我们打灯有用吗？还是不要打灯？其实没有打灯看到，我去侧边的时候还是看得到啦。 Hello 冷烈欢迎，罗侯欢迎，澳门普国欢迎，剑骨欢迎 LBJ 欢迎，心灵欢迎，剑骨仙人的枫叶 DRK 什么。阿丽还有考试吗？没有考试，我已经没读书了，说完再继续连上两个礼拜，那么辛苦，那两个休两上两个礼拜休一天而已嘛，天哪，也太煎熬了吧。 Hello 夜商欢迎， DYLAN 欢迎。好，谢谢阿丽，下次再做别的给你看。你要再做更大一点，下次可以大一点吗？把你的脸遮住，谢谢。谢谢丽，没事，明年还有机会的。好的，谢谢佩轩，生日快乐了。Hello， 新颖欢迎。谢谢你的小浪花瑞和欢迎。没办法，社区需要我，辛苦了就医。原来不想看脸，开玩笑啦，你做那么小真的是脱康，我在台上都要快脱康了。九档欢迎，那我先去削骨，变得跟一元三一样小，大小太小了。陈欢迎，不辛苦，是蛮辛苦的啦，因为其实我最近还在讲我好想要放假这件事情，因为这几天真的是一直在就是练习嘛，然后也帮忙就是一些工作，家里的工作什么的，然后就很有点就很累这样，然后就很想放假，都没有放假。人哥欢迎，男人欢迎，男人是你的掌声鼓励。真的是很饿欸，我真的是好想放假哦。我来看看我已经什么时候都没放假了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忙完三周年就可以放松一下了吧，应该是春节的时候才可以放吧，不知道春节我也有没有放，我是说不是公司应该会放，我是说家里的。桃园的疫情很严重，阿玲尽量少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因为我几乎都只有早晚会待，我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在，对，其实动机我都很常在台北，其实动机跟正班有好有坏。多久没出去玩了？我正要看阿丽可以去打三剂疫苗了吗？还没，要等，还要再一个月吧。举推金你也是看得到，看得到，推金超明显。我已经上次公演嘛，
我已经从一号开始，哦，我从一月一号开始到十五号，已经15天了，都没有放假，都没有好好放一天假。因为我31号有出去玩嘛，因为跨年前一天有出去玩，然后开始之后就是1月1号就是开始就是帮忙家里的工作跟就是那个公演的东西，然后这个礼拜开始就是3周年的东西，到下礼拜都要3周年，不知道，因为下礼拜因为我们6日都在练3周年的东西嘛，然后你平日也都要练，就是早上要帮忙家里工作，然后对，只有礼拜三早上是要直播嘛，1月19早上要直播，但1月19早上直播晚上就是也是得练习什么的，所以根本要等那个什么公演结束，要等3周年结束，应该是23号之后才开始放假，也不一定23有放，反正就是现在应该确定的是。好吧，先别想吧，希望可以赶快放假。哎呦，好想放假。礼拜三要去哪？第三季，好的，要注意安全，然后就要补好，要水喝多一点这样子，然后尽量也不要熬夜什么的。福福猫杀戮欢迎，陈恩欢迎，阿奇欢迎，晚上好 ，Hello 飞镖晚上好，我也是连。15都没有好好休息了，每天回家都直接短片。我也是啊，我今天就早上7点多就出门，然后每天都这样，我觉得我有点好像不需要睡眠的感觉，本来没直接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给你元气，好，给我拥抱，多喝热水。好 ，Hello， 听 PZA 听到 PSY 欢迎。每年最累就是周年演唱会，撑过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这样做起反而正常很多，感觉你这样没有正常那么难啊。早上7点就要起床，然后去台北，然后晚上有的时候练到很晚的话，就在11点、12点才到家。每天都是这样子过生活，已经连续了10几天了。我多希望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希望祖祖可以给你，哦，好想他哦！你们可以给我大拥抱吗？我需要精神补助，我也需要，我也需要。有关心祖祖吗？有的。草莓讲已经进化成超人的愚者欢迎，顺欢迎。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放假，哇！陈家树，你干嘛也不放假，那么拼命的赚钱，本命欢迎，好意欢迎佩璇，谢谢你的爱的小熊。Hello 乌龟蛋，欢迎男人，欢迎 Google 大 boss， 欢迎大拇指 boss， 欢迎鸟，欢迎玉超，欢迎阿翔，欢迎 DRAK， 欢迎飞镖，欢迎小杨令，欢迎。大大的拥抱，今天 Andy 安欢迎，一凡欢迎，晚上好。Hello 早，欢迎一生推，欢迎早日匡复先，欢迎袁滚滚，欢迎没钱怎么养你？是为了我哇哦，那怎么现在没有钱了？看一下吧 ，GAKE 欢迎。好啦，但你们真的对我很好，你需要的是可以出去走的。对啊，我真的想要，我不想睡觉，但我真的很需要出去走走，我好想出去走走。救命啊，阿北欢迎 XTX 欢迎，本来妹子欢迎，刚刚 PIZZA 记者会在哪里？记者会德德欢迎，给你又不要，你哪有给我？没了，看一下了，你给我什么？你先买1000包，1亿包木木的饲料。阿美欢迎，开玩笑了。接着，谢谢夏夏，在宿舍，他们真的很可爱，他们。熊熊欢迎，现在
疫情有升温，出门要小心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阿丽想跳槽 PI22AX， 那是什么？你说他们的吗？ Hello 雷秋，谢谢追踪，晚上好，欢迎欢迎，第一次来吗？也欢迎。咦，把你加油的饭放在路上给狗狗吃，给那个流浪狗吃。扁圆人欢迎，人豪大雨天晴天过天晴欢迎。一月深写的头饰真的好看，我有拍很多照片哦，期待我一直慢慢翻好了。一般没问题，木木在期限给我吃完，木木可以的啦，因为我还会再养100只木木，一千包有点困难，全部包一包就好。詹明丽欢迎，我先去洗澡。好的，桃园一定要撑住，中坜也有点惨，没问题的，我都几乎待在台北啦。期待业配。好的，张明丽晚上好，希望欢迎。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一月三选很好看，我超喜欢我那一个的衣服，100只，太喜欢养狗。我好像不要，我以后不要成家立业，我就都跟狗狗住在一起好了。发都会变老虎，为什么发的？其实发都蛮像老虎的，陈家树。100只木木会臭爆。不会，晚上打呼你就不用睡了。100只全部钻墙，超大声，整个大楼都要抗议我。真的很喜欢狗，101木木狗，成家立业。你那造型根本武侠小说走出来的啊。我上次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拍深写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拍的时候我就传给我家人，我就说我要拍武打片，我要拍武侠片，然后我姐说真的假的，他们还相信，还说哪一部我要看，这样我就说你们期待啊，这样子。太郎欢迎，以前有101中狗，你现在101木木狗。嗨嗨妹妹 ，Hello 太郎，我怀疑木木这么臭是不是因为一直摆臭脸，他这个脸没办法摆什么好可爱的脸，他还在睡觉，太可爱了吧。这套的确很适合阿丽，你们想看全身吗？因为我忘记有没有拍全身呢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拍全身，好不好？我的手机呢？又在睡，他在睡，他很累。CJ103 欢迎，狗狗大只会吵到睡不着，狗狗太多只会吵到睡不着。对，可是还好我们家木木不爱叫，所以对我来说 OK。想看全身，我好像有拍全身，但我要确定一下，因为最近照片吼，就手机吼乱到了。安夏嘎拉嘎欢迎，你这套有嘟嘴吗？没有嘟嘴，对啊。不想理笑笑，干嘛不想理笑笑？我先找，你先等一下，我先看我那个全身照有没有。我还以为我画面还原是没讲话，可以演西域来的美女。其实我也蛮想要演那个古装剧的耶，嘟嘴就有力。恐怖的沉默。以后试镜女学班就直接寄申请证过去，然后马上上。但是重点是，腿才是重点，你还不敢拍全身吗？我忘记我有没有拍全身了耶，怎么办？因为我就是没有请别人帮我拍全身呢。我那时候就腿蛮粗的没。没有耶，怎么办？怎么这个脸呢？跟半身，我好像没有拍到全身哎。Oh my gosh！ 因为我的腿很胖啊。
啊，没有拍到全身，我没有全身，我就只有半身。哦，怎么只有半身啊？有机会要掉钢丝了吗？居然没有，我要哭了。阿丽的脸和气质蛋很适合古装剧，不管哪个时代都是这么这么好，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怎么没有请祖祖帮我？因为我跟祖祖不是同的。哦哟，陈家树不管。哎呦，脸就好，有其他照片我要做成影片好不好？买嘛，拜托。因为我每次都不，其实我真的我很常在生写真的时候帮别人拍照，然后我自己就不请别人拍，因为我觉得要麻烦别人是一件，你们懂那个意思吗？就是我会觉得很麻烦，我怕麻烦到别人，如果人家不想帮我拍怎么办？就是或者人家在忙啊，而且那时候又很多要，就是大家都要自己用一些，对啊，所以我就不喜欢请别人帮我拍。你走开，我不要。干嘛对我那么凶 ？K N 欢迎，请足就不用怕麻烦了。你的腿哪有胖？有啦，那时候很胖啦。毕竟我迷恋的是你无瑕的脸庞。好，那就不要腿，很好很好。要等生写真才能看到。对，要买才有。那我会多拍一些。我会多发一些脸的部分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妈妈咪呀，欢迎等等见，好的，妈妈咪呀，你什么时候来？我还有一个小时啊，赶快来妹，嘎比欢迎。人家麻烦就没问题，你麻烦人家就不可以。哦，我就是有一种这种心态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心态会让我造成有时候会觉得很白很讨人厌呢。好吧，我演狗，好，你演狗，演狗是什么啦？3周年完，剪掉留5个月的头发。I miss you, me too。其实是要大家指定才看得到。嗡嗡。那另外想要什么古装品？应该是那个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刘亦菲演的那个叫《倩女幽魂》呢。北原欢迎。好了，都可以啦。我是蛮想演古装剧的。I miss you。妈妈咪呀，我想喝东西就好了。妈妈咪呀，是仙剑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是哎，那王祖贤是演《倩女幽魂》，那我想演《倩女幽魂》。《倩女幽魂》，王祖贤。那我要自己聘请一个摄影师。明明就是什么神雕英雄传，我没有在看，我那个时候没有看啊。好的，祖贤姐，那我要聘一个那个什么，那叫摄影师，来，请举手。眼前的《倩女幽魂》的姥姥吗？不是姥姥，是王祖贤，没错。对，你看王祖贤演《倩女幽魂》，我知道。C C， 你才看那漫，就古装现代的古装剧啊，现在不是很多吗？什么陈芊芊呐，什么传闻中的陈芊芊呐，什么什么，然后就是什么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对吧？举手，好，举手，来来来，小一号的王祖贤，什么免钱，我倒贴都可以。演女鬼不好吧？你有什么是知道的？哎，翁同学很烦。
一直密我，我同学一直密我，就他一直说，他说，哎，你明天要干嘛？哎，我们练习完了，怎样，吵死。他们真的很吵，他一直在密我，他狂密我，天哪！回到阿丽演女鬼也是贴心可爱鬼，可是你们贴心可爱鬼，看到一排乌鸦飞过去，笑死！他是你兄弟耶，孟同勋很烦耶，大家都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跟他一起练习，我们两个真的是很疯狂耶，我们两个演贞子好了。我现在头发不够长，没办法。笑笑，谢谢你的金色衣服。嗡嗡，当你是兄弟，我也把他当兄弟。阿丽喜欢贾静雯的《龙飞龙在天》吗？嗯，我知道这部，但我没有看。应该大同小异吧，古装剧感觉就是，如果我真的能演那个什么古装剧的话，我希望我不要演那种就是。谈恋爱的那种，就是什么活在以前年代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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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谈恋爱的，我是想要演那种就很帅的，可以耍贱的那种，就是不是那个很贱人的贱，不是那个，就是那个耍那个武士剑那种，砰砰砰砰砰那种，然后还可以飞在空中的那种，然后还可以就是跟人家对打，跟男生打架的那种。笑笑是你的四叶草，所以我应该，你们不要挑我语病。我说那我应该要那个，不能戴那个法式，因为如果戴那个法式的话，可能会那个什么，就是没办法打架。那你演出一场很帅，但一下子就领便当的师姐如何？就领便当的师姐如何？什么意思？女打仔，对我，我最近真的很想演那个女打仔，知道吗？因为我有看那个《以屋之名》嘛，就是韩剧 Netflix 有出的那个《以屋之名》，然后我就看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，然后我就从此之后就觉得，哦，我好想演武打片哦，还是《飞龙在天》是孙燕姿演的，王保罗，你不要在那边，我是综艺大热门我。我不说我在中央大润做的傻事，你本来就怎样？陈家树，记得欢迎。里面当就是挂掉哦， oh, 我不会，我应该是女主角，不要撑到最后那一个。要耍那应该王牌大间谍之类的才对。呼叫欢迎杨丽青路线，你不要装懂。他刚刚就说我那个啊，孙燕姿那件事情啊，你在讲我不要装懂那个吗？我喜欢看一路当上皇后那种啊，齐皇后，我以前最喜欢看的是齐皇后，综艺黑历史，孙燕姿、贾静雯傻傻分不清楚，但你只好演周子若跟赵敏，我不知道赵敏跟周子若演了什么。茉莉的哦，但我韩剧有看那个什么丽，就是 IU 演的那个什么丽什么丽，反正就是还有齐王后嘛，齐王后是真的很好看，一世的很丽史。代号欢迎哟，不要跟你讲，步步惊心丽，对，佩轩你了解我，我有看那个，因为我。就是很喜欢 IU， 所以他演的戏我都会看。他们本身就是角色。Sally 欢迎，只要剧名有力就对了哈。对，什么力？对，他就不力力，他真的是步步惊心力，真的，他是那个力，是那个美丽的力，不是伶俐的力。德鲁纳酒店我最后看一下下，我就没再看，就没什么再看。德鲁纳酒店很那个欸，太美了，里面所有他的穿搭，但我看我怕幽灵什么的，所以我就没有看
下去。莉莉姐辛苦，对，居然没看 IU 哭了，但是其他 IU 的我几乎你们讲应该我有看过，只好孙燕姿办演唱会的送你一张，你去给我看清楚，看清楚，看现去现场看清楚，好，来给我孙燕姿的演唱会票，来，加速，谢谢谢谢加速。港星黎姿跟张明演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 ，I don't know。我其实很少看古装剧的人。玲玲欢迎，季风亮欢迎 ，D R A K E N 欢迎。我给你完全相反，只看过德鲁纳。想放歌一下。我们来放点什么歌好呢？放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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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近喜欢听，最喜欢听什么歌？黎姿演周若，周芷若，张敏演赵敏，怎么好像在绕舌？绕舌的概念。啊耶，自祥欢迎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祈祷一下阿力可以演武打片，或者是放，或者是那个什么太虚线的 C S， 或者是古装剧。我们祈求亭亭力可以成功。乐苦兰欢迎，晴天欢迎。咚咚咚咚，欢迎乌诺，欢迎。演我老婆 ，Oh my god！ 那你这样子，反正只是演啊，又不是真的，是吧？陈家树他没有想把我当真，他把我当那个演的，然后下角色就没了，赞哦！谢谢雪啊，嘎逼的小浪花阿北欢迎。演本土剧一演就几百集比较好赚的感觉，但是感觉演来演去就是那样，就是绕来绕去，然后很狗血这样。阿丽应该很冷吧？阿丽有多穿吗？有，阿丽有多穿。今天里面这个是什么刷毛的，很舒服的 T 帽 T。要吃姜母鸭，我最讨厌。我要跟你说的是，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是姜母鸭，就是最讨厌的是姜。我这辈子真的吃到姜的时候，我真的会呕吐。我不喜欢姜，但是姜汤为了冷，因为那时候在南山部落拍电影的时候，真的冷到，因为那时候不是下雪嘛，然后有拍那个雪场的戏份，然后为了要拍，然后我就觉得太冷了，真的要喝，所以我逼不得已喝了这样。我那时候拍完，我觉得我身体很不舒服，我觉得我喝到姜，我觉得很想吐，但是可是真的有保暖到哎。首先要先讲，会先讲台语啊，我不会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讲啥物，我拢唔知呀，这样子对吗？我这样讲是对的吗？你们懂我意思吗？陈先生欢迎。姜汤帽梯，那你的帽子呢？是大学梯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小小。姜姜姜姜，可是很多东西都有放姜哎，我超不喜欢吃姜的，真的超不爱。最近有很多艺人在一起演戏，后来结婚的哦，对哎，真的耶。当男人恋爱时，跟那个什么，那个陈婷妮跟那个谁，胡宇威吗？是吗？对啊，他们是之前有演戏，然后。真的结婚了耶，我帮你吃哈，你帮我吃，你们帮我把这世界的姜，请你们把这世界的姜都吃完，拜托。我没吃过姜母鸭，可是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不怕姜。现在开始开启台语模式。哎呦，我不会说台语啦。阿烈主语跟台语哪个好？当然主语吧，还行的台语。真爱黑白配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爱。OK 啦，下次公演先来个樱花人生。那阿烈吃麻油鸡吗？我也不喜欢喝有鸡酒的东西，但是如果麻油鸡，我不喜欢麻油鸡的味道，就是它有一个酒味。你们知道他们有放一个，是
料理酒吗？我真的我也没办法，除了姜还不能吃，我不喜欢吃姜跟，哦豆芽我超爱吃的，陈家树，好，那我吃豆芽，你吃姜，那你只好跟一起吃羊，我也不爱吃羊肉肉。好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好，我真的不爱冬天最不爱吃的东西，我没有说我不喜欢麻油鸡饭，我是不喜欢吃麻油鸡肉、麻油鸡汤，你们不要这样子误解我。准备修泰雅族，我要哦不对，我最讨厌吃的就是羊肉，然后姜，然后要炖排骨，还有麻油鸡汤，因为麻油鸡汤首先因为它有酒味，我没办法接受料理酒，然后那个要炖排骨那个药味我没办法接受那个药味，然后姜汤是什么什么什么姜，我不喜欢姜，所以我超级不喜欢喝姜汤什么的，然后那个我刚刚说什么羊肉我不喜欢，羊肉乳我不喜欢，羊肉我不想羊骚味，所以我这四个都不吃，其他东西我都吃。那你以后要怎么坐月子？哎，我不生小孩啊，叫木木生，木木可以生很多狗小孩。冬天如果没办法吃这些的，我大概已经冻在路边了。怎么冬季进补的你都不吃，补的都不吃，我也不喜欢羊肉和料理酒。Kimi Bye 陈家树佩兄欢迎。我以为跟陈婷的身高都蛮高的，陈婷婷跟怡珍一样高，真的哇 model 哎，那他们应该生出来的 baby 都应该身材，应该看五官就这么的漂亮，然后那个什么，然后身高还高，那阿丽可以吃麻辣火锅啊、哦，麻辣火锅喜欢，但不可以太辣。无骨鸡种那是什么？应该无骨鸡种可以吧？其他就不行。对，不行，都要煮麻油鸡给木木坐月子啊，那就给他喝，不要给我。阿丽麻可以，但就是可以，但是就是不会到很辣的那种，我可以吃。可以啦，麻辣我可以吃，麻辣应该可以。那我前几天就有去吃锅，就有吃小米酒，不行，我不喜欢喝到一点酒味都不行。跟你一样辣就可以吗？嗯，我没有辣，我现在是可爱路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风格一直又在变了。刚开始进来，我这几天回顾了我的 Instagram， 然后的贴文，然后发现我的穿搭一直在改变。爱心欢迎。他们小孩应该180以上，女生应该都170以上没问题，然后五官又长得那么好，真的是天生天好搭哦，他们跟我一样爱挑食。你不要犯水，我想好吧，陈家树，北极熊欢迎。阿丽是可爱路线，对，阿丽是可爱路线，没有，阿丽是温柔路线，我已经找到我的路线了，我是温柔的小姐姐。因为我觉得呢，我称不上性感，真的称不上，我称不上可爱，真的称不上，我称不上辣妹，我真的称不上，我称不上正妹，我也称不上，但是我唯一我真的觉得我是温柔系的，真的，你们可以问 TP 所有人前辈们。好意思吗？年初还是喜欢性感，就是一直在变美，我就说我是说穿搭，可是又跟个性不，跟我所有散发出的样子应该不是真的，就我是温柔啊，陈家树你想怎样，我不是正妹，正妹漂亮的人很多、哦、羊肉好吃，但缺点羊骚味很重，对，温柔系毕业的哦，对，温柔系毕业，爱最温柔的耶、yeah, 谢谢佩轩。真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前几天呢、哦，我真的前，因为我是一个每次上课运上捷运的时候，有位子我就会让给阿公阿嬷坐。对，我会，因为我虽然一可能一上车有位子坐，我就会先坐着，然后就会玩手机，这样玩，然后我有意识到有人很多进来的时候，我会左看右看，哦，看到老人家，然后我就会过去。点点他，然后就跟他说，他说，你那个给你做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这么好，一个阿姨，他哎，一个阿嬷，他应该是阿嬷，对，他是阿嬷，但我没有叫他阿嬷，我就说，那个，给你做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他就说，
谢谢你，你真好，这样子好开心哦。你对我们，对我越来越不温柔了。好啊，现在我就开始温柔，好温柔。那你们就不要揍，揍你们，我都跟公公婆婆抢位置。陈家树，你真的是，好的不学都学坏的耶，你太郎欢迎。让位就温柔，我好像也很温柔，很好。你们这哎，这是温暖的好吗？你们这样很棒哎哎，你们在我心目中就会觉得很有魅力哎，这很帅气，100分加分，加到爆。那会让给诗雅前辈做，是不会了，因为诗雅前辈毕竟还年轻，他还很年轻好吗？你们不要这样。嗯，耶，耶，嗯，葛莱芬多加100分，搞笑，金票欢迎，小葵的哥哥欢迎，等一下我去倒个水。NC rap M R rap NC 莉莉又要上线了吗？没有，莉莉妹不会。太郎是你的红玫瑰。想看阿丽温柔十连拍？好啊。温柔十连拍是要怎么做？温柔一，二，三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我这刚刚就在耍可爱，干嘛？我还是想让阿丽走，不要！我现在开始要温柔一点，我不能那个。朱里恩，欢迎！其实你们叫我十连拍我都可以啊，温柔拳没有温柔拳，威力欢迎太郎，欢迎阿斌，欢迎六而已耶，做不到十。做不到了，佩萱写你的行李箱，姐姐在旁边翻白眼。阿丽温柔的揍我，你可以温柔揍我吗？揍人就没有再温柔的啊，奇怪了。有加速在温柔人设维持不住吧？现在开始，好，现在开始，现在开始，我真的要温柔一点。嗯，杰到图拉开心，超温柔可爱，我甘愿被揍，不揍人，今天不揍人。需要他的意见吗？笑着笑着笑着走的人之类的，嫌弃温柔的拳头是啥叫的？没有没有，
今天不做了，今天不做，你们别想让我破功，奇怪了。哦，我的腰好酸呢，谁可以倒出？好啊，你们可以帮我捶，没有啊，你们要怎么帮我捶？你们会先被 ban， 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们帮我捶的话，会先被 ban 到不行。快帮木木这样踩两下，腰痛，对，腰痛。我还是别发言，发言就像吵架。没有啊，没有吵架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好棒。对不起，哈哈哈，我打嗝了。说好的温柔呢？你睡觉时把木放在背，不要，它会尿尿在我身上哎。朱连线的小浪花，我刚刚破功了，笑死！爱惜2.0，欢迎。打嗝是不能避免的，奇怪了，你们最好别打嗝。哼，我今天是温柔的。那我们就来放个温柔的歌好了。看有没有什么温柔的唱歌的方法可以温柔的歌，有什么温柔的歌来点一下，气质气质，好温柔的一个歌啊。不说了，没有，我们不说不说，往事不提起好吗？打歌也很正，温热按摩木不懂哦，喂，什么意思？五月天的温柔，好，怎么唱？好，来，来喽！但我不会唱，不知道会不会唱。怎么唱、啊？五四抉择，魏如萱版。那、啊、我不会唱，我先听人家 cover 好，我先听听 cover。是悲伤的温柔，抉择魏如萱版。觉得女生鼓起嘴巴，个人觉得女生鼓起嘴巴，微生气垂着脸的时候超可爱。微生气脸垂人，脸垂人。这样吗？也不像。金城武的温柔超人，好，我知道怎么唱了，好，我知道怎么唱了，来了来了，哎，女生版的很温柔，哎，这个人唱的好听哦，飞镖欢迎，零零闪退欢迎，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，天的温柔，地的温柔，像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，如果人该怎么度过？天边风光，身旁的我都在你眼中。
唱着什么从来都不懂，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不知道不明了，不想要为什么，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，却孤单到黎明。不知道不明了，不想要为什么，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，再多的最好的爱给你，不觉不近不远又到巷子口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，没有遇见没有理由，念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。Hello， 本丸不当姐到兔线的掌声鼓励，壮男宅男欢迎，阿明欢迎，朱里恩的掌声鼓励，这是我的温柔，阿本欢迎，谢谢嘎逼的掌声鼓励。谢谢Joy的掌声鼓励，加入欢迎，谢谢本丸的红玫瑰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留给你。嗯，这么会说话。呜呼，好了，刚刚有谁说什么点什么，什么什么什么曲折还是什么？瀑布的片尾啊，我好像不知道瀑布的片尾。抉择。Hello， 忠贞，欢迎，拜个晚年，欢迎 YC， 欢迎玉人，欢迎我温柔系博士，那是什么样的概念？一成，欢迎，谢谢掌声鼓励，各位兄弟姐妹们，一凡是你的告白气球，一成，欢迎。我觉得魏如萱唱的比较好听。好了，放歌吧。点点洒落流满地，雨伞下最想你。游戏偶尔飘来一阵雨，点点洒了满地。我好像听过这首歌，加速是你的掌声鼓励。洛涵，你也许该这样不停。天哪，听这首歌会想哭哎！不要听了，我是想睡，声音太low会让你想哭吗？歌词吧，歌词的含义吧，会让我会有时候会感同身受吗？
我觉得就是去感受歌词给我的感觉，有时候旋律加上去也是一个加分吧，会让人更沉浸在那个文字的当中。所以每当我在听歌，我会先看歌词。阿力会不会唱我爸的鼻？不会，但我可以放。我记得我好像知道这首歌。Ready. 我有一对笔，有一只是我爸的笔，我爸的笔。歌声太温柔，令你想哭吗？我觉得是种种原因吧，歌词、旋律，跟他刚好搭配了什么？太慢的歌我真的不行。你刚刚是不是想睡觉了？人家说。对吧？我爸的鼻，爸啊啊！我的家乡洞，真的，我的柜子，我爸的鼻，我爸的鼻鼻鼻 ，yes， 晚安李真，太慢，太狼和一人。我想揍你，陈家树。你看陈家树害我温柔破灭。那阿力会唱夜空中最亮的星吗？会。我会。怪你，当然是怪你啊！哎，从哪里开始？谢谢李真的波波。夜空中最亮的。我先听一次那个谁怎么唱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它这么低吗？柜子很贵。星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那么低，好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柜子不贵啊，很便宜。Hello， 婷婷宝贝，欢迎。心是否听清那勇敢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？好低哦，低你不行，放弃。对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？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跳过谎言去拥抱你。别让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迷失在黑夜里。哦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前行。哦哦，我只会高的，他刚刚前面低到我真不行。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知道？喜欢听阿力唱歌，但没听过阿力唱过快歌。但你最拿手快歌是什么？我想想看，
王宝罗，谢谢你的掌声鼓励。婷婷宝贝，对啊，你真的很久没有来了。后来我不会唱。嗯，干嘛不截图？怎么啦？到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。哦哦，让你相信了勇气，跨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消失在黑夜里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轻盈照亮我前行。最亮的星，轻盈照亮我前行。三天三夜上次唱过啦，应该就三天三夜吧。手机为什么不会用？白石雕像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黑加仑欢迎 ，Hello 笑笑欢迎，婷婷宝欢迎，新的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了，我只会唱一秒一秒，刚换坏了什么手机呀？这么好。每当我，我只会一秒一秒越好。吹一个泡泡，把自己打包，熟悉的风带我飘进你怀里先。三星 A22，好用吗？飘进你怀里闪耀。专属的味道，幸福感冲到。谢谢太郎的枫叶，点一百万个不可能。屏幕里这不会把手机摔到不行也不换，不要换了。我没有亲你啊，那亲你，还是喜欢的。喜欢的好吗？高桥，嗯，挺好用的，但是不习惯，懂。浪客欢迎，至少还有未来的果实跟机会的顺序。Bossingo，哎，我最近觉得清唱一秒一秒很好听的，我用那个什么第一首，当然喜欢，对呀、啊，当然喜欢啊，谢谢呀你们，阿斌谢谢你的看到你哦，就是你们听听看，就是很抒情的那种。1 2，吹一个，哎不对，吹一个泡泡，把自己打包，熟悉的风带我飘进你怀里闪耀。专属的味道，幸福感冲爆，一秒一秒越好，一秒一秒抓牢，噔噔噔，巴巴巴巴嘞耶耶。我有听那个有人唱 cover 吉他版，但我不会弹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弹。机会声音录音品质有点不太 OK 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很温柔的叭叭叭。我去问一下哪个谱，好，加速去拿，要去看书了，拜拜，下个礼拜好，加油，婷婷宝，嘿丢，谢谢艾夏嘎拉嘎的掌声鼓励，茉莉欢迎，我真的不会抓，
吉他。Hello Santa 是快歌吧？嗯嗯，哎，怎么唱来着？默默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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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叽叽喳喳，啦啦成绩太差，我忘记了，天哪！而我觉得很扯，为什么很扯？怎么啦？你是心情不好啊？嗯？七天寒补一千一。七天还不一千一，还好吧？看来像这里应该是没这首了，加上伯安党费，就是一种好像是那种被你是逼着一定要上吗？加上便当费，算 OK 了吧？是吗？算 OK 吗？好久没有读书，不知道这个价钱是。默默你在干嘛？不是 ，OK。灰灰欢迎，这是第一次报名的。灰灰晚上好，郭山不一样，那要好好读书，就是别想着，就是感觉是贵的吗？但是我觉得没关系，能好好读书都好，就把它好好读下去。把它读完，我们刚刚国中毕业就可以读高中啦，就可以念书是什么好吃吧？对，我心里是这样想，就是哎，念书已经离我好遥远了，天哪！上学期加上汉补，辛苦了。以前我高中哎，国小的时候有汉补，但到国中就没有了。国小就是逼着一定要。葵葵，谢谢你的小浪花。吹一个泡泡，把自己打包。数学课本听说很好吃，你要确定是好吃的。阿丽说好好读书，这是说服力的部分，就把它读完就没事啦。读完，我的心态是读完就没事了，懂吗？懂不懂？你们懂不懂那个我的想法呢？甜甜欢迎，国小都要考90分以上，哇，真的是，你有这个压力，我是没有。可不可以不多说？可不可以不勇敢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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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国中至少80分以上，也太有压力吧？我以前都没有这样子，就是有压力。我先走了，谢谢直播。好的，太郎辛苦，我也其实也是差不多关了啦。可不可以不读书？乱改歌词，真的在乱改。林婷妮，我也没怎样念过书。悠悠，欢迎。姐姐在唱歌吗？是我在唱歌。有读完就没事，反正都会忘。嗯，把它读完就好，反正之后长大又不到。国小不到90分要被打，天哪！你们这么严格，我都没有这么严格。阿丽有看过飞轮海演的《花样少女》？有啊有啊，《花样少年少女》是那个吗 ？A 兰演的吗 ？A 兰是女主角吧？对不对？爸爸这个钉子冲在扒你的头。不会，不会把我的头。哎哦，同学说什么？我们是同个年代的吗？我们不同年代啊，我以前没被打的，我都很自由的。还是我就不准备这次短考。不行哦。这样我怕你会被爸爸妈妈骂哦，不行不行，我们是同，我试着的爱你，还
还是你没被拿，是被猎到吃而已，太恐怖了吧！天哪，读书读这些没有用，长大也不会，但是就是做好本分啊，婷婷宝贝，就像可能你看我们在公司，我们也有要做好的本分啊，讲一样的意思，到哪其实就是你去到哪里都是就是做好自己就好这样子，然后。你也可以轻松做，找一个快乐的方式去做，不要有压力是最好的哦，婷婷宝贝。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压力，反正你就是放轻松，也不要一定要没有达到那个目标还是什么。就像其实我以前在读书，我也不是每一科都不及格啦，我不是这样啦，但是我会尽量的到及格，尽量的。花样不是，你们是在讲日本的吗？日本的花样我真的不想读，读书就是真的，就像可能我之前打工，我也不想要做，但是就是必须得赚钱嘛，你要赚钱你才可以生活，你可以吃饭啊什么的，所以就是必须得遵守公司的打工模式啊什么什么的，其实就讲尽量做到好，但是如除非这件事是你真的很喜欢，那你就拼命做，就像我现在喜欢唱歌跳舞，我也要拼命做。但是如果今天是上节目要讲话，其实我是一个很害怕讲话的人，是我不喜欢上节目说话反弹的，就是反问的人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擅长说话啦，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魅力都是不同，所以每次我在上节目，其实我是一个很焦虑的人，懂吗？就是可是因为公司有时候就必须得去啊，所以你也不能说不行啊，公司给你的工作你就是要必须得做到，你不要做到好，但是你必须把它做好就好这样。但如果你喜欢的事情你都拼命做，不要怕没有人会阻拦你这样。阿丽会翘课打工啊？不会，绝对不会，但英文还是要念好，英文很有用，真的我很后悔英文没有念好，知道吗？我们讲到英文就觉得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，但是英文很烂，林婷丽英文超烂，烂到爆炸，超级烂的。你看你们讲到这种读书的东西吼，我就想整理一下我的钱包。像我喜欢林婷丽就拼命喜欢，对对对对对，一样的意思。谢谢贝轩小弟，欢迎龙龙，欢迎。我英文也很烂哎，我们同一起，我也没念好，会后悔之人的忠告，真的，就跟细心不细心一样。现在当什么角色就尽量把事做好，没错没错，真的真的，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人生中觉得做的最好事就是做到什么事，就是反正谁给你工作，谁给你干嘛的时候，你就是做，你就是。就做，反正你要自己去找你喜欢你哎，你要去找你自己舒服、不要有压力的方式去做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其实到哪都可以抱怨，到哪都可以就是不开心什么的。我自己是这样子、啊，就是每个环境都不同，但其实到哪人都不是被满足的，都会觉得啊、哦，我不要做那个，不要做那个，好累、好烦这样子，不简单，不容易。生活之中就是不容易。晚安阿哲，我也很后悔在学校应该认真点。哎，但我反而现在觉得我应该以前在学校干嘛那么害羞？我以前在学校是一个很害羞的人，我都不敢去交朋友，导致我现在其实没什么朋友。我是讲真的，我都可以看到我国中同学他们都在聚餐啊聚会什么，然后我都没出去，因为我跟他们不熟，然后就是以前就是。没有什么跟朋友出去打屁哈拉的时候，真的没有，所以我现在觉得蛮后悔没有好好的跟认识朋友，因为以前朋友都还蛮重要，有些你看有些朋友都做一些什么自己做，有自己创业的啊，也有就可能有些他们家里做什么的，或者他在做什么都需要帮忙什么的，可以联络的上，结果我一个朋友都没有，所以导致我其实不敢去麻烦别人，不敢去别人联络别人。不是有一群一起玩的吗？就是几个而已啊，但也不就两三个吗？两个三个算是珍惜眼前即是我。可是长大漂亮，大家都不想靠近。
没有啦，哪有这样的？厉害，我们这群朋友，对，我有你们这群朋友，同学可有可无啦。你真的不太想念书，就把整理包包好吗？我真的不喜欢念书嘛！天啊，我超级不喜欢念书！天啊，天啊，怎么办？被你们发现，要多尝试。你真的是的，仙女等级，大家都不想看，没有这样子，没有这一回事，好吗？念书好累，你们再讲下去我也会觉得很累，不然就是在阿丽旁边看起来太黑。可不可以不用呢？也可以等你某个人的阶段就回来念书，也不一定啦。阿丽是太白粉，念书念到某一位知名粉丝成了专业人士，真令人羡慕。什么谁？也可能呢。念书念到某一个知名粉丝成了专业人士，真令人。谁？谁人？阿丽瘦好多，真的有瘦吗？骗人。没有瘦啦，没有瘦，真的没有瘦。我是大学进修。不的，然后班上就一堆中年人。哦，对，就是现在也会有人回去念书的。思涵欢迎，秋子欢迎，脸，那是脸而已啊，腿什么的没有变，腿是一样是很胖的，懂吗？腿是大胖子腿，开关特效就会变胖。人家说你闭嘴，没了，看一下。人家说你不要破我梗啦，奇怪了，至少公司照看起来吴丹身显瘦，对，有变瘦，有变瘦一点点，真的就一点点哦，你们不要觉得怎么样，就真的一点点被攻击的感觉。陈家树觉得很开心，看他的脸，没关系，我爱蜜大腿。其实我也觉得蜜大腿很好看。大腿是真的好看，公演的时候看不会胖啊，真的吗？但是我的衣服没有再爆了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公演的时候没有爆，对哦，韩阳山村景这首歌有印象吗？花样花样，我来放放看。好了，那我唱最后一首歌，我要关播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等下去练习。你们知道我要去练习什么吗？我好怕我明天，我很怕我明天练那个，至少 cos 起来。对，你回来第一场，对对，我直接爆，整个印象深刻，没错没错。本以为这个月是旗袍，我想看腿，结果不是，这个比较好吧？因为那个明天要三周，要跳很多歌啊，所以我怕被老师骂，我不想被骂。你说花样少年少女的主题曲吗？怎么办？哪个哪个什么哪个哪个？我说这次一月生前跟那个什么旗袍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你独自衣服还是很紧身。对啊，阿丽，请温柔的骂你，那怎么骂你？请问，歌名是超喜欢你，我推荐你，超喜欢你，
超喜欢你。是谁唱的？飞轮海。哎，我想先唱这个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当然是旗袍啊！废话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喜欢穿皮袍？你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吸光了？害得我，也害得我。救护车，别看我，先别看我，我的脸红就快要爆炸了。没什么，那有什么？我是觉得换你了，怎么办？眼前甜又酸，偷偷爱你，快乐又孤单，怎么办？爱却不能讲，你真讨厌，不会帮我的忙。想到的太阳，甚至比我还要有更好看。你不要读蜘蛛，我是很怕你不能呼吸。没有，有瘦一点，好吧？如果要简洁有力的话，就骂滚，啊滚！时代跟眼泪的类型，又是专属天使，这么爱专属天使，还有专属天使唱之前常唱啊。天哪，好久的歌。九九欢迎，温柔的滚啦，叫你滚，因为你是天使。那个是那个谁的主题曲啦？那个闪亮闪亮头目前辈的，志宏欢迎。威迪，我超喜欢你，超喜欢你，不能分离。我超喜欢你。天哪，这头发好以前年代哦。西兰欢迎，思念小爱去欢迎。好久以前的片哦 ，Oh my god！ 汪东城的那个头发好刺，拔蜡哥的魅力，没错。Hello， 金融，傻逼欢迎，大概00年代吧。吓死！这时候我还在读幼稚园。七号学员，请问可以见上你的见证吗？我的见证就是希望你们，就是我希望小布布每个人都能捐赠。没有啦，是我要捐赠，我要给你们意见。好，我的，我先想想，一号，第一个希望。我希望我能做到最温柔的人。不是，我刚刚还角色互换，是要你们给我东西，而不是我给你们东西。我应该要选举，不是，应该是我要给你们什么，而不是你们给我什么。好绕舌哦，天哪！你知道虾皮定时外送吗？告诉你一个专属虾皮会员优惠。不要广告好吧？我当捐赠吧，各位的手准备好。我先好好想我的见证好吗？可以吗？啊，有红包，这么好，舅姨，谢谢舅姨 ，Love you，I love you，love you，love you。黑嘉伦欠的红玫瑰，证件不是。
掉给阿丽，谢谢，谢谢黑刚刚的红包。有你在，见证很像听起来像基督教，就是基督教。我要分享的见证呢，这样。雨林好像放假了，可以期待玲玲节目再续。我没有在想，但是真的最近太忙了，没办法。我们一直想要回归零零零的部分，回归不了呢，我们真的回归不了，不知道在忙什么这些人。明天不可能就为了教会，明天要聚会哦，但我不行聚会，我要去练习。马上回馈，感谢红包，真的是100分，回不去了。第三集今年出来，出得来吗？希望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我们要祈祷一下，人都要祈祷。茉莉欢迎，茉莉是你的小浪花。过年期间会开播吗？不确定欸，应该会吧，直播不会断，但是就是看牌的什么时候吧。昨晚没去吗？昨晚没也在练习啊。想欢迎 JACE， 欢迎！我是希望美玲能反整雨林，不然美玲被欺负好惨。美玲是她自己愿意被人家欺负的，不是我们愿意，我们让她欺负这件事情。我不是我们去欺负她，是她自己说要我们砸她，所以这是她的愿望，她已经达成了。美丽抖 M， 哎，美玲抖 M 呢？其实美玲才是狠角色，欺负原来有愿意的，有啊，美玲就很想被砸，她那时候就被砸，她自己说她喜欢，她想要被砸。请欺负我，我不是常欺负你吗？不是常对你翻白眼吗？不够吗？陈教授，腓立比书4:8什么意思？念这段在对我们说话，现在圣经查一下。腓立比书4:8，好像真的像牧师在讲道。营运该考虑办派会咯，应该很多人不愿意吧。例如我就不愿意，因为我怕我的脸会长痘痘，如果把油洒在我的脸上，我可能会就是会觉得说天哪，别这样子好不好，就是我的脸会长痘痘。跟布布们喜欢被揍一样的道理吗？雷同吧。女版方唐静，我来念榜咯，念榜念榜念榜榜榜我要念榜念榜念榜，怎么回音？没有，就刚你的部分是负责砸粉丝，应该卖很好。阿丽的脸蛋真的很美，看了心情真超闲。谢谢西兰，干嘛哭脸？陈佳美，陈佳美在那边乱叫人家的名字。阿丽砸我，砸你们。大黄蜂欢迎，好了，念榜了，真的念榜了，各位宝宝们，去练舞了，念榜开始，开始，
第一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二名是大星星男，谢谢大星星男。第三名是佩轩，谢谢佩轩。第四名是茉莉，谢谢茉莉。第五名是嘎逼，谢谢嘎逼。第六名是 DEREK 伟，谢谢 DEREK 伟。第七名是本丸，谢谢本丸。第八名是乐苦啦，谢谢乐苦啦。第九名是傅伟，谢谢傅伟。第十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十一名是王保罗，谢谢王保罗。第十二名是 Joy， 谢谢 Joy。第十三名是白眼女女神李林神推，谢谢李林神推。第十四名是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第十五名是李珍，谢谢李珍。第十六名是黑嘉伦，谢谢黑嘉伦。第十七名是新颖，谢谢新颖。第十八名是回回，谢谢回回。第十九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二十名是安夏嘎拉嘎，谢谢安夏嘎拉嘎。二十一名是剑骨刘剑骨，谢谢剑骨。第二十二名是 DREAKE， 谢谢。二三名是落日一下下，谢谢落日一下下。二四名是阿贝，谢谢阿贝。二十五名是臭阿葵，谢谢阿葵。二十六名是太郎，谢谢太郎。二十七名是补长解到吐，谢谢补长解到吐。二十七名是二十七名是补长解到吐。二十八名是陈家书，谢谢陈家书。第二十九名是二十八岁什么东东。最有历练的男人怎么那么可爱，谢谢。不会，不要给我谢谢，应该是我要跟你谢谢才对。他说是八米，太难得在上面，真的不想被老师骂，真的超不想，超级不想，我不想要害大家走位什么的。其实就是，不知道哎，就是觉得要把自己做好，所以不可以，不可以让大家，就是你们知道，其实一个位置走错，或者一个什么什么，都会打扰到别人。就是我觉得这种不好，所以要自己练习好。阿丽直播很常做粉丝吗？公演看你玩得很嗨。没有啊，他们逼我的，长期不氪金我来嫖白嫖。他是来聊天，他是来被骂的。我要去准备蛋糕。好了 ，Sally 加油，阿丽一定没问题的。加了个油，加多少油？瀑布们考试加油，考试加油，享受表演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而且我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记舞。记歌词，记歌词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啊！所以你们要期待三周年，我一定会用心的练习。拜拜，拜不？你有点曲解偶像的定位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我们练习啊，如果我们有一个位置走错，我们会害到旁边的前辈或者是成员们，这样其实不好。他们一定会觉得，就是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都没有站好。他可能自己也会忘记，不能打扰别人呐、啊。如果你自己没做好的话，你怎么打扰到别人？不能打扰别人吧，是吧？